大家好，现在是我在泰国的第三天了咯。然后刚刚我起床了，就准备了一下，然后 check out， 然后走路来这个 After the Rain Coffee Cafe 哦。它这里的食物诶，我来的时候是 breakfast 的时候，所以它的 menu 就有点少啊。然后它的价钱是相对的比较便宜，然后感觉不会这样多人哦。如果你早上来。然后现在我在等 Grab 去那个 Watson Brand， 因为走路的话很远，然后没有 bus 到里面，只好 Grab walk 或 taxi。现在到了那个 Watson Brand 啦，你们看到这个塔吗？这个红色的，然后过后有龙绕着它的。这个塔嘞有80米这样高，然后有17楼这样高哦。然后其实它有电梯了，可是今天电梯坏了。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在那个龙的身体里面。爬上去顶楼，顶楼的话它有一个龙头这样的咯。然后他们讲如果你摸那个龙的那个胡须的话就会带来好运给你啊。本来是想爬上去的，可是我又背着我的 backpack， 然后那个摊呢今天很暗，他讲平时的话可能是 weekend 你来的话就会开灯哦，今天是完全没有开灯。然后呢这是很黑，我用电话的那个灯来照还是很黑，我看不到周围。它基本上就是好像一个摊了这样子哦，所以我就没有爬啦。然后就乐捐了一点钱，然后就走走看看咯。我现在到了那个 River Floating Cafe 啦，要走得进去。刚刚从那个Watson Brand 那边很难叫到 Grab， 然后就算我叫到 Grab 的话要260baht。然后咧就刚好有点抖抖停下来哦，就问我要去哪里，然后就跟他讲我要去大陆。然后过后去到大陆的话，那个抖抖才收我多少钱呢？10baht 到。然后咧我就在大陆叫 taxi 哦，来这个 River Floating Cafe， 因为他走路的话很远，从那个神庙到那个 cafe， 然后又没有 bus 哦，所以就只好either走路或者是叫 taxi 这样咯。然后在大陆 grab 那个 taxi 的时候才98到诶，然后所以我总共是用了100baht 从神庙来到 River Floating Cafe。 如果我 grab 的话单单
Grab 的话就是用了260哦，现在便宜一半呢，开心。在那个 River 14 Cafe 那边 order 了 coconut juice， 然后还有一个炸的 crab ragon 啊，然后它这个 crab ragon 呢，我觉得很好吃，它的皮是脆脆的，然后点它这个 Thai sauce 啊，然后里面又有 mayonnaise 跟crab meat，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吃。嗯，然后呢，这个 River 14 Cafe 啊是飘在河上了。所以刚刚就突然间有大风吹啊之类的，那我就感觉头晕一下，因为那个船就摇了一下，不是船，那个 cafe。 这个 River 14 cafe 隔壁也是有一间 cafe 啊，然后是有 Thai cuisine 的。嗯，它那间 cafe 叫做Nava Tea Terrace， 然后呢它虽然是在河边，可是它不是 floating 的，它不是浮着，它是那个店是在陆地上，然后过它有一个座位是在那个河上，然后 River 14 cafe 就是整个 cafe 都是浮在那个河上哦。然后呢我现在会叫 coconut， 就是因为天气很热，现在是中午，所以我就想叫一些清凉的水来喝哦。现在我要从 River 14 cafe 去我的 Bangkok hotel， 叫 Vivari hotel。然后在 River 14 cafe 里面呢，我周末很难叫到 grab， 所以我就走出来它的小路一下哦，才叫到 grab 这小路。然后你看这个档口，没有人在这里，我就一边等 grab 一边啊看档口一下。然后又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我要叫 grab？ 哎，因为在 River 14 cafe 这里，如果要走去可以搭到巴士的巴士站呢，要走一个小时。但也现在不想走，有点远，所以就决定叫 Grab 去到可以搭巴士的那个巴士站，然后我就坐巴士去到 Bangkok。
订了我的酒店啊，打算放的东西，然后过后再去外面走走哦。因为你看我的衣服湿到，哎 ，backpack 的烦恼就是衣服很臭，因为我是很容易流汗的人。然后我就临时买了一个裤子啊，因为我穿 jeans 它很热，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裤子给你们看。然后就换了一件背心哦，这样子比较凉一点。然后换了拖鞋，耶！现在要出门，可是下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可能在附近买一个雨伞哦，或者戴着帽子先。你们看，我很喜欢这个hotel，是因为哦，你看它的那个 block 是打直的，这样子我放我的这个international block 哦，它是向下这样子，就不会说松掉哦。然后你看它旁边还有两个USB 的，然后你可以按，然后就开始 charge 哦，就是我可以 charge 三个东西一次过。因为其他的 hotel 哦，他们的那个 block 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如果我用我的 international block 哎，它就会这样子，然后它有时候就滑下来变斜斜这样子，然后就 charge 不到。然后如果我放在这里，就完全顶这两个洞。然后如果我用这个 block 的话，这里也用不到，因为这个 international block 很大个，所以我就不喜欢这种打横的这个。我现在坐在半路等雨停，因为刚刚我出我的 hotel 的时候雨真的是太大了，虽然那个staff 借我一把雨伞这样大把，可是还是我整个裤子是湿的，给你们看我裤子整个湿到看到我的腿，所以就想等一下再走，先休息一下给裤子干。
现在回到酒店啦。嗯，这个 hotel 呢我是觉得很不错，因为它的走廊啊都有那种有sensor的灯哦，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它就黑黑，你一经过它就变亮。可是我觉得冷气有点热，你看冷气在那边，可是我的床在这里，感觉就不会吹过来，你看我们是大汗。然后在 Jobfair 我买了一个烤串，超好吃，我买了鸡肉跟猪肉啊，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那间店买啊，那间店会排很长龙了，然后它都很便宜，一个烤串10块钱，不管你什么肉。刚刚去了 Jobfair 大概9点这样我就要回了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Google Map， 大多数的路呢都是说要1个小时这样才到我的 hotel， 那一个小时可能就要走路，然后搭 MRT， 然后又转巴士，然后又等一下巴士，然后过后再走路，然后才到我的酒店。那种比较少转车或者转 MRT 的嘞，就需要比较长时间在走路，可能要45分钟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晚上了，我一个女孩子就有点危险，那如果我走路又转车，然后过后又等一下车，这样子就可能回到来很迟了，所以就决定叫朵朵哦。然后会叫朵朵是因为我看了 Grab Car， Grab Car 价钱是250这样，我就叫那个朵朵说我200，然后嘞他就载我到靠近我 hotel 的地方，这样哦，然后我就走大概5分钟就回到我酒店了。